从一开始就打算用外附魂骨跟他们硬刚。只有我的外附魂骨能够挡住他们。你的魂骨不会白毁，我们给你报仇。对，比赛还没有结束。唐三发出毛上的剧毒，只有他能解。再拖延下去，恐怕您的黄金一代就只能剩下一个人。武魂殿学员战队认输，恭喜史莱克七怪成为这届大赛的冠军。